屁股这睡来。整的起来，这今儿太阳搁哪头出来的？这离婚一年多了，头一次跟我说话呀。起来别搁这睡了啊。不搁这睡上哪睡去啊？出去溜达溜达去。溜达啥呀？这儿多好啊，上外溜达溜达去呗。你是有事儿吧？我想给咱家会个朋友。啊？我想在咱们家会个朋友。会朋友？啥朋友啊？想老伴儿。想老伴儿？嗯。干啥的？干啥的跟你还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是没关系。你找一个咋的也得比我强啊，要不白找了吗？我帮你把把关。哎呀，人家住1000多平米的房子，管2000来人，不如你。太好了，那是老板呢。啥时候来呀？一会儿就到了，你别搁这闲聊了，快走吧。那我先出去啊。你先出去。行，我上哪躲一会儿去是吧？你出去呀。讲好了啊，你们谈好你就出去结婚去，都没事儿，好不好？你愿意要啥你都拿走。哎，可真是的，自从拿我回扭秧歌之后，你看看我这人缘，主动往咱们家送饭的，送药的，还给我送着暖水袋的。照顾我照顾的多详细，今天这饭也送了，来拿上外奖赏，你就从吃去。我上哪吃？上那边吃去。哪是门呢？那边是门，都懵了，你睡懵了你呀。哎呀，海燕儿在家不？太冷了，海燕，就怨你，磨叽磨叽，让你出去，你说你就不出去。来了，这撞上了，说点啥？来了吗？那还不是。那我咋整啊？你搁这你是出不去的。那我就出去呗。你出去咋说？我出去，我说我刚谈完没行，你来谈了吧。我干啥的？我一个接一个谈。这不显得你火吗？你这应接不暇吗？左一个右一个谈，你就显得你身价高了嘛，行不行？我去，你拉倒吧，你搁这不能出来，你出来撞了没法说。你不行，你从窗户走吧。我出窗户走，我就彻底走了，这是6楼。那你就搁这坐着。那你就坐这儿，一声便知我说啥是啥啊。行。海燕，开门呐。哎。海燕，这么大岁数扯这干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真的吓死我了，这怎么还有个人啊？表哥，啊，表哥，表哥呀！哎呦我天哪，那表哥在，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什么礼物都没带，两手空空。表哥您好，没带什么礼物。这不带了吗？巧克力夹心饼干。表哥真幽默。哎，快坐。哎呀，这被表哥住这儿了，住多少年了？我搁里屋住20年，搁这住1年。那个表哥瘫痪，我一直伺候他。瘫痪了，哎呀，遭罪呀！哎呀，家来客人了，烧点水去。啊？家来姐了，烧水去。我不瘫痪吗？我忘了，我去烧水去。你俩唠啊，后遗症，说啥话呀？招头不招尾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好，去，别瞎说啊。
你是本地人吗？本地。我六十多岁啊。五十四。五十七。五十四，那长得可够着急的。真幽默，你俩命相不合，他是属猴，55，你54属鸡，我看成不了。没那说，那都过去了，现在都看星座。我双子座，他白羊座，星座特别合。大哥，你什么星座？我是沙发座的，我瘫痪，哪也去不了了。我问你星座，你星不星座？我也得在这坐着了，瘫痪。这表哥，这算是整不明白了。给客人的啊，我看看你谁吃，茶叶都没沏开，你喝吧。给客人说，你说你抢着喝什么？你上那屋待会儿去吧。啊？上那屋去呗。我瘫痪，你咋老忘了？那好了。那什么，那你在这吧，咱上那屋去。那个，哎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呀、啊！伺候这么个瘫痪的表哥20多年，不简单呐、啊！哎呀，谁摊上都得这样。那就那么说，谁摊上谁够呛啊！我问你个事儿。啊？其实我都看出来了。不瞎问。我是男的。你说你这几个人，谁得什么？谁得什么？这几个小老太太，一直把我问蒙圈了都。我问的，我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咋回事了。这一天天的，今天上厕所我都不知道蹲得好还站得好呢。你我说你这谈对象家想你别把命谈没了，注点意啊！你快快回你那屋去。你们聊吧，我继续瘫痪。咋回事啊？后遗症的精神也像不正常。啊！其实你说你想哪去了？我知道你是男的。你瞅你那损色。我吧，我是想问你啥呢？自从拿我会扭秧歌，啊，你说我家门口给我送饭，嗯，给我送药，还给我送热水袋，值得我这老寒腿。你是多细心，这么体贴照顾我，除了你这细心的人，没别人。爱情都是无私的，那海燕，海燕呐。你既然对我没什么别的看法，那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。那个明天呢，我就搬过来，咱们一起住吧。怎么的？你咋又来了呢？我是打听打听你们怎么要搬这住来。我要搬过来，这多好啊，小佳。你那不有房子吗？那表哥上哪去？搬出去呗，我搬出去，你让我上桥洞住去，咱都讲好了，你那不有1000多米房子吗？没心呐，太破，太大了。
来回取点东西都得用车推呀、啊。我那屋灰大，是吗？嗯，像咱们这么大岁数走这一回太费劲了。是啊。那表哥，你要是不嫌哦，那咱们三个住一块呗。咱仨住一起呀、啊？啊？那不行。2000多人我都伺候了，不差表哥这一个人。等我过来了，我跟海燕一起伺候你。表哥，我伺候人伺候你，可好了呢。啊！你这是干啥？我这让你伺候一天就能把我伺候走了。这话咋还闹到这儿了？他也没说非得要搬这儿来，也没说撵你走，你就过来干啥呀？谈对象呢，就坦诚点，把自己的整个事儿都跟人说说就完了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结过婚呢？哎呀，那都20多年的事儿了。有孩子没？没。20多年不要孩子，憋憋啥呀？老头不行。老头哪不行啊？怎么的？我说老头不行，你咋还不愿意呢？老头不行怎么的？老头有病。老头啥病啊？不生。你别那么整了，你搞对象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呗。老头好好的咋又不生了呢？老头死了。老头死了？啥叫死了？没死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那不还是死了吗？你咋这样呢？怎么的？我谈个对象你还非得给我搅黄了就好呗？你谈对象谈你的，是不是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？你别埋汰你老头，你老头好好的，另外你还说那不生，不生孩子哪来的？你都有孩子了，孩子都有孩子了，你就实实在在的，你们俩成了，成了就赶紧和就是好好过来。我就想跟他说那意思，我亲手立脚的，我啥负担也没有，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你是没后顾之忧，你别给别人整后顾之忧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的意思我就实婚全都告他呗？你就实婚告人，你咋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离婚了。咋离的？性格不合。因为啥？毛病太多。啥毛病？就打呼噜。打呼噜不算病。你有呼噜吗？我也打。估计情况你也打不出啥声来。你看看人家那呼噜，那家的吓死你！你刚一睡着，给你吓醒了，你踹一下，不睡了，瞪眼瞅你那睡，像守灵似的，吓人不？你说你吓人不？这边打点呼噜你睡不着，人那边就等你睡，睡着了之后天亮了人才睡。你不行，你好啊！我怎么的？你自从这扭秧歌开始就没得好，这家伙一天画的像妖精似的。第一次扭秧歌回来了。那家伙那脸画的像五眼星似的，在大门口，空前一问我门铃，就不进屋了。我趴门眼上一看，我以为我妈回来了，我随后我就烧纸搁那磕头啊，这一上午，这人就不进屋。后来在门口睡着了，进屋了就跟我规定，说是那啥，咱俩今后啊就谁也别管谁，我这门你不许进。我只要往里屋踏进一步，管我要过桥费5块。后来我给他搁他叠的被，搁他这屋睡一会儿觉，给我这脑门上贴个条，说是违停，罚款100。没少罚呀！我告诉你，也就我这样。你要想跟人家好好过，坦诚地告诉人家你有啥毛病，我祝福你们，是不是？就这老头说实话这人挺好，人家又给你送暖宝，又送这送那个送那个、嗯、一般人能吗？一瞅就说实话的人，是你送的啊？是不是我送的？是不是你送的？是不是我送的？是不是你送的？是不是我送的？到底是不是你送的？这是不是我送的？说多少遍了？这两个，你听明白吗？我没听明白，谁送的都是？就是不是我送的。那你就把是扔了得了呗。不是你送的，谁送的？
谁傻呀？给你送啊！这些年还有比我了解你的？我天天把饭给你做好了，我不敢给你端去，怕你不吃。完事呢就放门外头，我说有人给你送饭。这家过去做饭，你那个就是、哎、不对，你做那饭啥味儿？我都吃一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。这饭可香了，可不是吗？原来就是不香吗？这送外头放一会儿，拿回来了，这家你吃的，那就变味儿了。你说说，不是那你做的，你还扯这干啥？你就说得了呗。我说啥呀？说你吃吗？你别说我害你，给你下药了，谁能了解你？另外你还得注意，他腿也不好，有老寒腿，腰又疼，我又给他送暖宝。以后啊，你们俩好好过，只要这屋给我腾出来，你就上他那1000平米住去。哎呀，那你就是他老头吧？你看着没，啥都看出来了。嗯，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呀。哎呦，那个这么好的大哥海燕呐，你可长点心吧，这才是最这疼你的人，这才是最爱你的人呐，你可别瞎整了，还把我领家了，你胆多肥呀你呀。我要告诉你，我那1000多平你指不上了。怎么的？我那是单位锅炉房。那你咋说你管2000多人呢？供暖呢。你就烧锅炉的。你看见没？这色儿你不对上了吗？好的。原来呢，烧小锅炉，就这么大，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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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，当，不蒙米花。后来改烧大锅炉了。原来吧，我这色儿也没这么深，咋回事呢？那回呀，那锅炉里头就缺煤了，炉子里缺煤，我着急往炉子里推煤呀，推一小车煤跑快呀，到炉子门口也没刹住车，连我带车一招射炉子里去了，这是我腿脚快爬出来了，就烤成现在这样，你说咋家不咋家？不行吧，那你就跟他好好过吧，我也就祝福你们好不好？行，大哥你别祝福我，我跟你们比不了啊。这人挺好，这人好人呢，我跟大哥比不了。海燕呢，你可长点心呢，找这么个人不容易，这么大事还扯啥呀？我说你听听没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多傻多傻。那个大哥，我就不在这常待了啊，这我待也待不下去，那个到点儿了，我得拧秧歌去了。海燕呐，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，记住了。这损色，你瞅瞅。去扭秧去吧，咋的？不去我去了。你去干啥去？我再不去，彻底就瘫痪了。先练练眼神的。那你去扭秧子锻炼身体吧。好。死老头子，这回就搬这屋来了。好。我跟你去扭去。好。走。好。